那我们直接进房去。你们仗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，把这整个城市变成你们的猎场了。报下，报下！如果不揭露你们，还会有更多的女性受害。如果我们发现医院有任何刻意的隐瞒，那就罪加一等，蓄意杀人。明明已经经过法院宣判的案子，你还想翻案？法官也有犯错的时候，检察官也一样。捍卫正义，无所畏惧。王牌辩护人，12月5号晚间9点就在华视频道。